电机手表有个缺点，就是早上我叫的太惨了，有点费嗓子，所以今天搭配猫咪防叫器，手表一电我就喊，防叫器震动我就只能喘，完美组合，戴好了，保护嗓子睡觉觉。哦，如果电机手表能让我迅速清醒，睡眠喷雾又能让我深度睡眠，那把它俩放一块会发生什么呢？这玩意儿能有用吗？这啥玩意儿？不至于那么快，但是我现在的确有点困意了，我去试一下。我怕我再也醒不来，先给你买点吃。这个粮性价比超高，就算爸爸没了，你自己也可以买得起。有120克豆干，蛋白质也高，给你吃的晃晃胖胖的。先吃这个小袋的吧，你不喜欢吃的话，大袋可以给你退了。过去20分钟了，困得都不行了。电机手表已经戴好了，现在要去睡觉试一下。不好使啊，这也。When I walk in the room, all the niggas looking at me like, what is my income? 电机手表和他的朋友们，打鸟闹钟、会飞的闹钟、夹娃娃机闹钟、存钱罐闹钟，还有这个哑铃闹钟。为了早起，我付出了多少？现在各部门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明天就是我的早起之日，睡觉。明天就是我的早起之日。张果可以预判我妈说话，一天天的就知道躺着玩手机，你不能出去走走去啊？都几点了，你还不睡觉你？都几点了，你还不起？赶紧起！吃饭？不想吃，不吃拉倒。妈妈叫外卖，我看你像外卖，你看我像不像外卖？When I walk in the room, all the niggas looking at me like, what is my income? 当你妈预判你说话。之前有3000多万人看我预判你说话，今天我给你个机会，我让你预判我。我还不能预判你，你比我拉啥我都知道。婆婆过来，让爸爸摸摸。就离谱！哎，你干啥呢？又吃外卖？这是我用骑士卡订的外卖，才7折起，最高还能领66元红包。你看呢？现在去支付宝搜骑士卡就能免费领一张，上超市才8折起，而且中国家才7折起，加起来能少好几十呢。点我评论区就能立即领取。妈，你倒是预判呢？广告我怎么预判你啊？都几点了还不睡觉？着啥急呀？都几点了还不起啊？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When I walk in the room, all the niggas looking at me。说起来我都觉得挺离谱的。就我家那个电视啊，已经被他弄坏了，这已经是第3台。我觉得小子是不是嫌这个电视小啊？所以我给他。75寸啊，绝对够你使了。师傅，我家这个猫平时总挠电视，是不是有点离谱？确实离谱。看这电视，确实挺大啊，确实大。咋的？看小母猫上头了？上了吗？同款电视。来腿动，哎，腿动电视不行啊！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来。当小猫咪遇到熊孩子会发生什么？你知道你一会儿会面临什么吗？哎，看来是不知道。来了，来了。来喂他吧。嗯，他不饿吗？他饿呀，他不敢吃。天空是蔚蓝色的窗。扫码闹钟，这个闹钟原理就是找一个条码扫，第二天早上你得扫同样的码，这闹钟才明天早上平码起床。我码呢？那我水瓶子呢？扔哪儿去了？扔外面了。你扔它干啥呀？你留它干啥呀？真服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我真的服了。When I walk in the room, all the niggas looking at me like, what is my income?